你干嘛换个发型啊？因为女生都是百变的，对吧？没想到侯浩还只在你在一天换两个发型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要体验就是情侣的一天嘛，所以我看他们都很喜欢就是。 做手工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带你来的地方就是这儿。对，就是做戒指的地方。哇哦！哎，这个猫爪红的呀，是吧？是。 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代表爱情的一个桥梁，像这个是莫比乌斯环，它是一个面的无限循环，就代表永不停止的爱情。我觉得我们要不然就定这个吧。可以，简单的是吧？对，简单。然后，但是它的寓意就是从起点可以转到终点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而且是一个无限循环的。那这辈子、下辈子、全套死了。行吧，那我们就选择这两个吧。 OK， 好，那你们可以先来这边坐。你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到过来做戒指？咱们可以用到那个剧里面。嗯，我觉得这个跟剧里面那些情节也很呼应。咱们互相做吧。好啊。来。 先用胶锤这样子平着敲，再立起来敲，给它敲直，标黑的这部分磨一下，用锉刀这样子来磨它啊。 OK， 小意思，先这第一步对吧？对，好。我感觉这跟修美甲。 好像、啊、是吧？我去也是，我觉得我都会修了。这一步在美甲里叫什么？就是抛光，在哪儿都叫抛光，应该。这一般得磨多久啊？这拼手速的时候啊，这是。哇！ 哎，怎么断了？我顺那指甲都抛了一下。我给你磨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应该把。这样，我给你扶着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这样。 天赋啊，天赋选手，找到副业。做个手艺人。那我帮你吧。我来，我不行，我自己打。我帮你那个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可以。哎，我不行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哎，你不可以，不可以。 给我吧，然后你也不可以。怎么了？这个差点飞到你眼睛里。<笑>是，不过捡它。我危险啊！你等一下，你带着那个，万一奔着你去了咋整啊？接下来就要焊接了，啊。 啊，黑了耶！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么认真的做一件手工，然后特别认真的一个状态，还挺意外的。来，戒指可以给我，然后你们想一下，对方戒指上面要刻什么字？写什么呢？雪莎。嗯。
去问一下。我不看，别偷听啊！我不偷听。我好了。哎，你想好了？啊。那我也想好了。所以咱们就现在在等是吗？嗯哼。你觉得今天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呢？有啥记忆深刻的？我记忆深刻就是你赢了我之后你好嗨啊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呢？我就是很喜欢赢啊，我从小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跟男生做比较。就较真嘛，所以你就没男朋友吗？都成哥们了，来我们比一下。这也是比一下谁开得快。是这个问题。如果是别的女生啊，就可能哎呀怎么弄啊这个，哎呦你帮一下我嘛。我觉得我应该稍微改正一点点，对吧？就是稍微也不用那么强势，对吧？又不是比赛，对吧？对啊。我其实生活中就是这样，我就特别逗，特别疯的那种，跟谁都能玩得起来，但是就是做好朋友的人就是比较少。我其实跟你想法挺像的呀。嗯，是吧？就只有是在自己特别在意、特别喜欢，然后或者是合得来那种朋友，那我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。然后其他的可能我对谁都是比较偏内向的性格。我也是，因为咱俩都是狮子座，就比较慢热的那种。我最喜欢的人的话，可能就会完全换另外一个状态。我也是。然后我也希望就是那个人，就他会知道，啊，我是对待他跟对别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你确定你能做好吗？你平时上都做不到，那你到那个时候你能做到吗？你得经常练才能做到这种行云流水。那这怎么练啊？没法学啊，这东西。你发自内心啊，你看我很直，对不对？啊。其实我也是会撒娇的呀。撒，来一个。我不想。我觉得你不会，我觉得你做不到。我不会，我不吃你这激将法。没有，我并没有激将法，你绝对做不到的。我可以。不是，因为你生活中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光说谁不会说，我还会说呢。啊，妈妈，有人是攻击我。就说了你不会。不跟你吹，真的，卖萌这一招对女生太好使了。我觉得这招我可能不会。解决一切问题。男生就是卖萌，特别好使。男生对女朋友卖萌。对，你不管把他弄多生气了，你就撒一下娇，绝对管用。其实我这个撒娇啊，你硬说以前我怎么学撒娇这个点，学过啊，学过，是跟狗学的啊啊，跟狗学撒娇。对啊。那你咋不跟猫学撒娇呢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家那狗特别懂得怎么撒娇。那你试一下呗。行。小月，生气了？没有。嗯？怎么生气了？哎，我看你笑了。没有。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。嗯。80分吗？成功了，这招真挺管用的。
我不是说你老说你直男吗？但其实你不直男的时候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也有点别扭了。所以我要回到之前的样子。哎，那也大可不必。其实，那你肯定还是希望别人能够夸你嘛，对吧？而且还要夸到那种没有特别痕迹的那种，不能凭空捏造。你就好比你现在说杨超越，你唱歌跳舞真棒，那我就觉得有点在骂我了。那你说如果我夸你什么，你会不相信？你说几个，你看看我看能不能分辨出来。我觉得你挺体贴的。这真话。我觉得你挺帅的。真话。我觉得你没那么自信。真话。你就是每次都是会说，哎，我真帅，我真帅。就我有时候也是这种会给自己暗示，就是说啊，我真好看，我真好看。嗯，但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好看，其实心里就是还蛮自卑的。说挺对的。我也说几遍，你不是那种特别爱当下、特别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。是。是可爱的。嗯。我觉得你挺胖的。你不会真觉得我胖吧？这是假的。嗯，所以我平时都是开玩笑逗你的。你不是那种特别爱当下、特别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。当下你有一些触动，有一些想法，你是其实是你第一时间是选择隐藏的。嗯，是。啊，我觉得你是坚强的。比如说拍戏嘛，我能够当时感受到你就压力会瞬间就巨大。嗯。但是你就是调整特别快，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是个坚强的人。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我觉得不是说什么事不会，就真的是没有经验而已，就是不希望你压力太大。嗯。今天还比较感动的就是，哎，你对我的评价还蛮走心的，就是因为平常我们就是一直都是互怼啊什么的，就没有去说过对方眼里的自己是什么样的。是。说，比如说为了剧中这个杨月这个角色去改变自己本身的东西，我觉得他平时性格就挺好的呀，超越做他自己就好，啊，对，肯定会有能够懂他或者理解他的那个人。来，我们戒指好了，哎，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是一个爱心是吧？啊，我因为我觉得，因为这两个如果是独一无二的话，应该不是一个是独一无二的，而是这两个加起来是独一无二的。而且我希望我在你下面，感觉什么事都能给你撑着。嗯。我要刻那个 HH， 然后桃心 YY， 因为咱俩名字都是头字跟尾字是一样的，就 HH 跟 YY，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我刻那个小太阳，希望就是一直有阳光可以照到我们彼此内心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他在下面，然后我在上面嘛，就感觉就是他可以撑起所有的，也愿意扛起所有的嘛，可能承担所有。我觉得，是个男人。其实今天相处有很多过程，很多那种爱情里的那种美好，其实真的是在一瞬间发生的。就比如说，当我说我牵你手的时候，然后他可能把手递给我，然后可能是我给他系那个围巾的时候，
然后我撒娇，姐姐，干嘛？可能就是这些特别点滴这种小的这种细节吧，其实特别打动人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会把这些细节全都记下来。